我们今天呢是特派出任务，我是今天的特派员芒果。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？讲讲，看前面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呀？看起来非常美味又好吃的卤肉。那说到卤肉啊，各位台湾人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的经典美食卤肉饭呢，不只可以搭配饭，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搭配哦。一种呢是我们的卤肉加蛋饼，第二种呢是我们的卤肉加披萨，最后一种呢是我们的卤肉加薯条，全部都是台湾人没有想过可以这样搭配的创意搭配哦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到街上去来看看我们的台湾人这三种啊，他们最喜欢哪一种哦。走吧，我们一起上街去。给你按个赞，再给你按个赞，第三个赞。今天呢，一直存在又非常厉害的主角就是我们的黑金卤。那我们这个黑金卤非常的厉害，搭配什么都超级好吃。我觉得有像腱子肉，因为我自己也在做面，那个卤肉的香，会在嘴巴一直缠绕。还不错，这个卤肉是。有点中式的卤肉，我就觉得它蛮顺口的，不会觉得它很腻很肥这样子。非常好。重点啊，他们的猪猪呢，是我们台湾本地听乐快乐长大的猪猪哦。那天雷雷雄厚，重点是呢，我们的这个黑金卤包它非常非常的方便。怎么说呢？只要把它放进锅里加热一段时间，就可以直接享用了，是不是超级棒的？因为呢，最近我们的母亲节啊也要到来了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母亲节的抽奖活动，要来送给大家。那详细的资讯呢，请大家帮我看影片下方的说明栏，数量有限，手刀把握，